成员何成昀23号也来到台湾举办个人的粉丝见面会啦。何成昀生日，现场粉丝们也特别为成昀准备了超贴心的桥段。要秀一段中文喽！我先教你讲三个字，这三个字叫做我帅吗？我帅吗？我帅吗？成昀真的太 Q 啦！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